咁所以我喺呢度宣布咧，早前啊公布咗全港學校，包括中學、小學、幼稚園同埋特殊學校，原本嘅説法咧就喺2月17日復課，但當時都話咧係要隨住疫情嘅發展咧嚟到去檢討。今日我哋公布咧就係、是、最早嘅復課日期咧係3月2日，但係仍然係需要評估嘅。當年有人認為我哋可以無限期咁停課，但係我覺得咧，我哋應該俾到學校當局有個清楚嘅指示，就係、是、起碼由而家到3月1日都係唔需要上學啦。但3月2日是否能夠即係順利復課咧，仍然係會喺未來嘅日子裏面咧，我哋透過不斷監察個疫情啦，同埋防疫嘅物資嘅供應啦，以至到其他嘅考慮嚟到去作咗一個決定，然後公布嘅。更多精彩，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